菜，我是熊猫。如果有一天玩射手，不靠打野凯瑞，也不靠中路支援，只靠一个软辅当副手，前期会过得多心酸呢？少打多就归塔没关系，但越塔强杀还是没命，甚至还被对线看不起，大招跳到我瞬间嗝屁。但就像柯主席说过的，我们的 DNA 就是不同，有人就是偏好逆风，偷偷站旁边收人头，呆呆看别人抢魔龙。我好处想有拿到头，虽然一开局就逆风，但对面一定没我会浓。谢谢马子君的助攻，让我成功收到书。勇克狼、武林、约翰走路，终结猫猫都瞬移跑路，终结苏黎一连串杀戮，看来准备要起风，但好像只是碰轰。再来一次中猫跑路，只能帮明世隐哭哭，没关系，有打野帮助，居然还剩下一只书，没事，我内建开图，拜拜，谢谢惠顾。可惜境外势力线，我指的是一级。耶啦，胜利啦 ！Born to be, born to be, born to be 啊！没办法，预算不够，只能自己来伴奏，不像某些人做广告，砸钱只会抹黑造谣。咪吉，请点资讯卡观看完整版，我就不伤害大家的耳朵，才怪。被射到的书也只能等书，最后就送大家一句拜拜拜拜了，这些 Oh my love I'll be with you、蓝区选一个，绿区选一个，就算是白莲教也别忘了去投票，没投票权的网军闭嘴哦、对不起。